同学们，我们继续开始。好，实在训练啊。好，第一问，我们看一下啊。あの時、母が励ましてくれたからこそ、何々。励まして、は、ね、鼓励啊。那个时候的话呢，正因为妈妈鼓励了我，所以呢，落ち込んでいました。失落了，很不痛啊。立ち直れたのです。直，就重新站起来了，又振作起来了。成功した挙句です。不知道同学们还记得吗？挙句是一个消极的结果，所以应该三也不对了。失敗しかねません。注意了，这个的话呢，并不是否定写法，它应该是一个对，恐怕。一个比较消极的可能性啊，恐怕怎么样呢？会失败。那很明显了嘛，肯定选二啦。好，我们再看一遍啊。あの時、母が励ましてくれたからこそ、立ち直れたのです。那个时候的话呢，正因为是妈妈鼓励了我，所以我怎么样呢，才能够重振起来。好，下面啊，一度勝ったからといって。何々，所以这个句型很关键啊。翻的简单一点，就虽说赢了一次，所以后面怎么喊比较通一点啊？落ち込む必要はない，没有必要失落，赢了还失落，不会啊，不通。自己满足になってしまう，就怎么样呢？就变得自我满足了，通不通呢？今度は勝てるだろう。下一次话呢也能够赢吧。相手を甘く見てはいけない。甘く小看啊，不能够小看对手。所以很明显啦，也通一点呢。对，应该是第四个答案。一度勝ったからといって、相手を甘く見てはいけない。虽说赢了一次，但也不能小看对手。IT 啊，这个发音注意 IT， 小看对手。当然，我也希望各位可以这么来啊，因为它其实是原因来的。你不能因为说赢了一次，就去小看对手，这么翻更加好。其实，好，下面一个啊，阿尼瓦，注意了啊，阿富里加不是阿美利加，是非洲，不是美国了啊。探险旅行，探险。探险旅行，换一个字行。探险旅行に出たきり，何々。那么きり如果放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应该表示做完了前项之后的话呢，就再也没发生过后项这个含义。就说哥哥的话呢，去了非洲探险旅行，就再也もう一週間になった，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毎日家に電話する。每天在打电话。まだ帰ってきていない。还没回来。戻りたくないようだ。似乎是不想回来了。啊，所以答案的话呢，哪个通啊？对，应该是三好一点啊。三。兄はアフリカへ探検旅行に出たきり。まだ帰ってきていない。什么含义呢？哥哥。去非洲探险旅行，那么还没有回来，这个很痛啊，对不对？好的啊，我们看下面一句话。結論、何々。今回のプロジェクトは失敗に終わる確率が高い。確率。概率。那么这道题目怎么说啊？结论怎么样？这一次的，注意了，这是。项目的意思啊，项目以失败告终。当然了，失败念完的，希望同学们也记住啊，是以失败告终，的概率很高。那么应该答案选哪个呢？你有点吧，是初级班看到过，句的意思，听说嘛，对吧？跟它相似的还有你有点通，这个含义啊，句什么什么。那么二的话呢是对于，三的话呢是从什么什么来说，
似的话其实是我们的卡瓦利尼的相似的含义，表示代替的意思。所以看下来毫无疑问三比较好一点啊。結論から言うと今回のプロジェクトは失敗に終わる確率が高い。什么含义呢？从结论来说，这次的项目啊，以失败告终的概率是很高的。好，我们来看啊，第五道，決心がついた何々、迷わずに前に突き進むべきだ。突然突き進む啊，決心がつく，希望同学们记一下，这个固定的动词搭配还是蛮重要的，应该要背一背啊。迷わず，迷う，犹豫，迷わず，不犹豫，迷わずに。決心がついた，就下了决心了，然后怎么怎么样，说理应要不犹豫的要向前突进。答案的话呢，第一个答案什么含义啊？卡拉尼瓦，既然就，我们和那个五维瓦、伊久瓦、卡拉尼瓦三个含义差不多。第二个是卡托伊德，虽说的意思。第三个应该同学们还记得啊，就是多亏了，褒义的一个原因啊。第四个应该是消极的原因，阿盖库。所以呢，对，应该选的第一个答案。決心がついたからには、迷わずに前に突き進むべきだ。既然下定了决心，就理应怎么样呢？不犹豫的向前突进。怎么样？今までの職歴何々、鈴木さんの方がもっとこの仕事に向いている。向く、适合的意思啊。職歴。那么哪个含义呢？说怎么怎么样，到目前为止的直立铃木更适合这份活，更加摩托啊，更加。所以答案来看的话，卡拉尤多从什么什么来说，托托摩尼伴随着啊，或者说和什么一块，你这里是那个关于托西德瓦的作为啊，这边来看的话毫无疑问啦，对，卡拉尤多好一点啊，第一答案。第一个啊，今までの職歴から言うと、鈴木さんの方がもっとこの仕事に向いている。什么含义呢？从到目前为止的这个履历来看的话，铃木更加适合这个工作。好，第七问啊，原稿の締め切りに追われて、ここ数日は焦り何々だ。焦り、焦るわ。是那个焦急、焦躁。締め切り应该是截止日期。这个希望各位也要背一背啊，忙于被那个原稿的截止日期追着啊，就忙于这个赶着工啊。所以这两天对，应该稍微有点焦躁的感觉，但也不是很厉害啊。卡贴是事儿做到一半的意思啊。迪密汉字写气味两个字。嘎奇的话呢，想必同学们还记得，是一个平度的一个强调，当然也偏消极的，经常啊，常常啊，那么往往衍生为容易的含义啊。那带就是心理上认为难以做某事的意思。所以看的这个句意来看的话，应该还是选二好一点吧。好，原稿の啊，这个有同学说这个字不会念啊，高嘛，高高中嘛。加一个合字旁，还有点阔的。原稿の締め切りに追われて、ここ数日は焦り気味だ。因为忙于这个赶着原稿的一个截止日期，这两天的话呢，是有点焦躁的感觉。好，下面一句啊，彼は大きな特徴がない代わりに何何特徴。啊，什么含义呢？就表示这个特征，对不对？它没有什么很大特征，那么卡瓦利尼就是虽然但是的意思，对不对？虽然没有，但是的话呢，也没有什么什么，一般这个比较通一点啊。阿玛利摩天奈什么含义啊？表示不太受欢迎，摩天路受欢迎的意思。みんなによく知られている，广为周知，通不通啊？阿玛利啊，不是阿玛利。大きな欠点も見当たらない。也看不到什么很大缺点。とてもいい人だ。
所以卡瓦林的第二个含义你给我们看到过啊，什么含义呢？就表示虽然啊，但是啊，我们事物的两个方面，对吧？前面是可能是前面一个跟后面一个两个方面来看啊，所以的话这边应该是选对三好一点。彼は大きな特徴がない代わりに大きな欠点も見当たらない。他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特征啊，但也没有什么缺点。这个含义。三。好，下面親友の私から見ても彼女のやり方には何々。那么这个 temo 就告诉我们了，即便从好朋友的我的立场来看的话呢，那么对于他的做法，那你想想看啊，照道理的话，好朋友应该是支持他的吧？那 temo 一家之后的话呢，给人感觉就是应该还是反对，说什么呢？不赞成。那么哪个是反对呢？哪个是不赞成呢？对，三次性格带难以赞成。反対しがたい、難以反对，那就赞成的意思呗。賛成したい、想赞成。反対し得ない，你们还记得吗？写得，对，不可能反对的啊，不可能反对。那么四个答案看来的话，毫无疑问了，应该是选一，同一点了。親友の私から見ても、彼女のやり方には賛成しがたい。从好朋友的我来看的话呢，是难以赞成他的做法的。怎么举啊？この料理は匂い何何我慢できない。匂い气味的意思啊。你変わって代替的意思。看来して别的不看。单从什么什么来看。と思ったら原本以为啊。カッと思ったらカッと思うと原本以为。为什么呢？依旧这个含义。巴格里尼正因为偏消极的。对，所以四个答案的含义都明白以后的话呢，毫无疑问啊，对，选的第二个答案。この料理は匂いからして我慢できない。什么含义呢？这个菜别的不说啊，单从它的气味来看，就无法忍受，我慢，忍受的意思啊。这个词请同学们也背背啊，我慢。せっかく海外旅行に行った何々、できるだけ多くの街を回ってみたい。这个含义知道啊，好不容易，せっかく好不容易去海外旅行，怎么样？这个的话呢，也希望同学们背背啊，表示尽可能的啊，一个范围嘛，尽可能多的去转一转城市。这答案选哪个好呢？它那是原因类似，好了。这个是既然就，对吧？那么 color 的 color 呢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没怎么讲过，所以毫无疑问，答案选第二个答案，既然就，跟 when 呀，依旧吧，对，很多 when 哇，依旧吧，含义差不多。既然就啊，せっかく海外旅行に行ったからには、できるだけ多くの街を回ってみたい。既然好不容易去海外旅行，就想尽可能多的转城市。下面，いくらホームライスが好き何々、毎日食べると飽きてしまう。飽きる就是腻烦。ホームライス什么含义呢？蛋包饭啊，蛋包饭的意思啊。好，那么答案选哪个呢？那么看这个写法来看的话，比较混啊。但是应该在我们这一单元里边是学过的，所以说对答案比较好一点啊。いくらホームライスが好きだからといって，答案是因为カラ是表原因的含义，前面加结句，好き是一个形容动词，所以的话呢用答来结句的。好きだからといって毎日食べると飽きてしまう。虽说很喜欢什么呢？蛋包饭。那如果每天都吃的话呢，就会腻了。来，我们把第二问来看一下啊，排序题啊。脳卒中で何々何が増えている。这个注意啊，脳卒中，脑卒中啊，
这个我们中医也讲啊，就是中风的意思。日本人仍然在用啊。好，注意方法，注意方法。嘎，很明显啊，三个助词前面要加体言或体言句的，所以很明显，嘎前面啊，哇、嘎、哦。对了，哇、嘎、哦，三个前面要加体言。因此的话呢，考虑一下，三肯定放最后了。然后 ，kiri 前面肯定跟东西的，那么 neta kiri 卧床不起 ，ninaru 你前面肯定要跟的，那么只能跟这个了，变得如何如何了。所以最后答案的话呢，三肯定放最后，二一肯定接一块，然后呢放四前面，二一四三。脳卒中で寝たきりになる高齢者が増えている。什么含义呢？因为脑卒中，因为中风而变得卧床不起的老年人增加了。其实我们在看这个尼纳的时候的话呢，还是希望各位可以脑子里过一句话啊，他当得了谓语吗？他当得了谓语吗？如果他当不了谓语的话，因为后面谓语不去可能没有。如果他当不了谓语的话呢，应该当定语，定语就要放在名词前面。其实四是肯定要放在三前面，因为名词有一个。所以以后我们来做题目时候的话呢，尽量这个方法要过一过啊。好的，看下去。其他一个何々何々を考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这是必须的意思啊。刚刚讲过啊，を前面的话呢也要加名词体验或体验句的。所以的话呢，答案一看，没有体验，也没有名词吗？那没有名词该怎么做呢？其实和大家说一下啊，这里有一个疑问句，拍一下手掌。那么咔的话呢，它是疑问句，在日语语法里边的话呢，疑问句也被看为体验句，所以它是完全可以放在 or 的前面，没有问题。所以换而言之，四是肯定放最后了。然后卡拉尼瓦肯定要跟一个前面，那么こうなった卡拉尼瓦，那么一跟谁呢？一跟的是三呢，还是跟四好一点呢？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疑问，看到没有？对，所以一是跟三的啊，不，一是跟四的，所以四放最后，一跟四的意思放最后，三二接一块肯定放前面，所以呢，三二一四。所以同学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做这种题目的时候的，其实并不看它的句意。当然句意不是不看，只不过的话呢，为了帮助各位能够把这种真题的题型能拿到足够的分数，我们还是希望同学们可以把方法要学习一下。好，答案的话呢，三二一四，最后要翻译一下的啊，看通不通。其他一个，こうなったからにはどのように対処するかを考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那么什么含义呢？既然事态变成这个样子的，我们必须要去考虑考虑该如何去对应。这样的意思。等等等啊。最近は残業が何々何々だるい。好，基本语法ぎみ，毫无疑问ぎみ地位。动词接马形或什么呢，直接接名词。那么一三接一块是毫无疑问的，放哪儿待定啊，不用急。然后的话呢，卡拉达嘎肯定要跟一个谓语，跟哪个谓语呢？可能是多吗？不同啦，だるい，对，倦的，所以二肯定跟他的。那么残業が肯定也要跟一个谓语的，加班很多，所以四放最前面，二放最后，一三放中间，出来了吗？四一三二，非常好啊。最近残業が多いので、寝不足気味で体がだるい。什么含义呢？最近因为加班很多，所以有点睡眠不足啊，稍微有点睡眠不足，代表原因啊，身体很倦怠，这个含义。怎么样？みんなの支えが何何何ことができました。毫无疑问，こと是体验化呀，前面跟连体的呀，要么是一，要么是二，而且这个句型的话呢，它其实是可能态的书面，那么前面的话我们都要加原形的，所以一肯定是放最后了，
からこそ正因为前面肯定要跟结句，反正不是因就是二，一已经放最后了，二放前面。空呢，哦，后面肯定它动词有 o 嘛，对不对？那么阿路肯定自动词啦，那么加肯定跟一啦，一放最后，三跟一三一，二跟四二四放前面，那不就二四三一嘛？对，很好。所以想必同学们也明白了啊，我们做题目时候的话呢，方法其实很重要。其实我们还没有看句意，已经答案对了。念一下啊，みんなの支え支持啊，支えがあったからこそ困難を乗り越え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正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啊，乗り越える啊，这单词蛮重要的啊，什么含义呢？克服困难，原本是指爬山啊，这边指我们才能够克服困难。最后一问啊，この仕事は何々何が長い啊？が前面对接名词，看到没有？我前面对接名词，要么接一，要么接三。三是高速時間，高速時間。那看含义呀，什么长呀？专门长吗？肯定不对了，当然是拘束时间长。三肯定放最后的，那毫无疑问一肯定放四，因为一卡四的是活用发挥的含义，发挥自己的专业。对不对？所以一帮三啊，一帮四接一块待定，然后三肯定放最后。卡瓦利尼前面肯定要跟一个连体的，因为卡瓦利是名词，动词接原形，自然是因为我们说过，动词的原形说穿了就是动词的连体形，就可以直接连在名词前面的。所以的话呢，一帮四就放在二的前面了，三肯定放最后了。那答案自然是四二三。この仕事は自分の専門を活かせる代わりに拘束時間が長い。什么含义呢？这份工作的话呢，它能够虽然能够啊发挥出自己的专业，但是拘束时间很长。好的，我们来看看最后一问了啊，一篇短文了。好，来念一下啊。人間の幸せとは一体何か？一体一体一体啊，究竟人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啊，人間の幸せとは一体何か？とは就是所谓的，下定义啊，不说明啊，这个含义啊。それは様々な定義があるだろう。様々、各种各样的啊。那个的话呢，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吧。お金持ちになることが幸せだ。金持ち、背的啊，同学们，有钱人，成为有钱人是幸福。各种定义嘛，それは様々な定義があるだろう。お金持ちになることが幸せだ。まあ、結婚することが幸せだ。结婚也是幸福的，对不对？結婚することが幸せだ。あるいは社会的な名誉や地位を得ることが幸せだ。あるいは、获得です。获得什么呢？获得什么呢？得る。名誉。获得社会性的名誉和地位是幸福。あるいは、社会的な名誉や地位を得ることが幸せだ。这边他获得啊，给我们列举了三个幸福啊，一个是成为有钱人，一个结婚，一个的话呢得到社会的名誉和地位，对，都是很幸福的。それも確かに幸せなことかもしれない，啊，かもしれない，或许，確かに啊，确实，那些也确实是幸福。所以注意了，同学们要明白啊，日本人在写议论的时候的话呢，往往会先举出一些一般的社会常识。前面举的三项其实我们都明白，那很明显作者可能不这么认为。所以我们这么认为啊，前面的这些例子的话呢，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反驳的。因为议论文的话是个引战文嘛，对吧，很有可能别人会来去反驳你的话。所以作者的话呢，为了让自己的议论文滴水不漏，先在前面把这些对吧一般意义上的幸福先列举一下。那么强调一下啊，或许那些确实是幸福的，但是
注意了，しかし，就往往议论文的论点在しかし后面出来啊。但是的话呢，しかし私はそう言った。注意了，我也言った，它是之类的啊，这个含义之类的。所有表列举的之类的。そういった表面上のことだけ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啊，ないと思う。しかし私はそういった表面上のことだけではないと思う。但是的话呢，我认为啊，它不仅仅是那些表面上的事物。人間として生まれた何々、自分が持って生まれた人間的能力を死ぬまでに発揮し、あ、或者発揮という注意が発揮し、尽くす、要发挥尽啊，ことが幸せなのです。な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啊，这个也请同学们划一划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句式啊，日本人用来委婉的提出自己的主张。看法时候所用的，就往往我们在以后做议论文题目里面的话呢，对，就答案了。好，这个18这边我们答案选哪个好一点呢？作为人生下来，此生为人，自己与生俱来的能力啊，到死亡之前把它发挥尽是幸福。作者是这么认为的啊。好，看看答案，卡拉涅瓦既然就。开个的开，同学们还记得吗？对呀，假匪嘛，价值的意思，有价值，没白干。卡多我们也把，就是人们以为。卡多有多，这个说到怎么样呢？哎，其实也没那样子，这个含义，这个可能同学们有点深啊。应该说这道题目答案选第一个答案是比较通顺的。人間として生まれたからには、自分が持って生まれた人間的能力を死ぬまでに、之前、発揮し尽くすことが、幸せな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既然此生为人、就应该怎么样呢？在死之前、要把自己与生俱来的能力啊、要发挥光、是一个幸福。好，作者是这么认为的啊。看下去、何々、人としての存在感や充実感、啊、充実感、充实感、生きがいが出てくるのだと思う。如何？啊，作为人的存在感和充实感，什么呢？生きがい就是生存价值，我认为啊就能出来了啊，他认为就能出来了。好，这边19问答案选什么呢？そこからして。单从那边来看，その代わりに，代わり就代替的意思啊。その一歩，同学们还记得吗？一方，对，另外一方面怎么样？そこにこそ强调前项，应该看得出，这边应该答案选哪个好呢？对，第四个好一点。正是在那个地方，啊，作者认为啊，正是在那个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能够发挥光我们的。啊，这个能力。那么，そこにこそ人としての存在感や充実感、生きがいが出てくるのだと思う。正是在那种地方，那个地方，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哎，就说作为人的存在感、充实感、生存价值就能出来了。所以作者这里的意思也很明白，他认为作为一个人。就应该把自己所光热要发挥光啊！好，看下去。1000万円貯めるのが何々？存1000万日币，怎么样？好，目標であるかのようだ。かのよう是说，就看上去似乎是那样子，但其实本质不是那样子。就通不通呢？目標になりかけた，表示哎。到一半不做了啊！好，这个大家记一下啊。托死路，假设说，对，我们设定一个情景，叫假设说，这个还是蛮重要的一个啊剧情。目標になった，成为这个目标。那么这道题目我们答案选哪个好一点呢？对，它其实是的话呢，让我们啊
设定一个目标。那么什么目标呢？存千万日币。你选3的话呢是比较合适的啊。那么我们设定一下啊，假设说我们以1000万日币存款为目标。しかし、この目標を達成したときに、人間としての満足感が本当に得られるだろうか。但是怎么样呢？当我们达成了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真的能，注意了啊，这个写法，达到感，这种写法的话呢，应该其实表达了法语，我们真的能得到作为人的满足感吗？不得不到的，对不对？所以以后我们在做这种题目时候啊，我们把日本人的写法，他其实用这种方式表达了一个相反的看法，我们真的能得到吗？我们自然是得不到的，对不对？はい。しかし、この目標を達成したと、達成したときに、人間としての満足感が本当に得られるだろうか。おそらく、もっともっともっと、欲ばかりが大きくなっていくに違いない。に違いない什么、NR的句型啊、肯定啊、一定啊、这个含义啊。おそらくは、写、恐怕的意思。おそらくは、恐怕怎么样呢？恐怕、もっと、もっと、更加、更加。啊，竟是欲望啊，怎么样呢？变大啊。当你存了1000万，就要2000万，就要5000万，对不对？所以的话呢，他认为我们是得不到作为人的一个满足感，只会欲望啊越来越厉害。好，看下去。他盖，对了啊。卡塔嘎基就是那个肩章啊，换句话就说，肩膀上的这个肩章，也就是你的支撑啊。哦，哎哒，哪里哪里，多大多？好，那么这道题目我们选哪个好呢？から見ると、かといって、かと思うと、からこそ、从什么什么来看。虽说怎么怎么，卡多莫多是什么含义啊？回忆回忆啊，依旧，为什么呢？原本以为，对，我梦的思，卡拉库索正因为，那个通呢，应该选的是对二号吧？虽说得到了很高的。这个支撑，那又会怎么样呢？对不对？会社人間としての喜びはあるだろうが、それは会社の中にいるときだけのことだ。作为什么？作为公司人类，那会很开心吧？但是的话呢，那也仅仅什么？仅仅是你在公司里边的事情，对不对？其实作者对这个还是其啊。抱一个反对的一个啊含义在里边啊。会社人間としての喜びはあるだろうが、それは会社の中にいる時だけのことだ。企業会社に身を置いていると、ついつい給与の高さや地位の高さが幸福感と直結してしまう。当我们身处啊，身を置いている，置く，放置住啊。当我们身处企业公司里面的时候的话呢，自己啊被它是双写，表示强调，一个不当心啊，一个不留神啊，就怎么样呢？就把工资的高低和地位的高低和幸福感直接联系在一块儿。企業会社に身を置いていると、ついつい給与工资啊，給与の高さや地位の高さが幸福感と直結してしまう。もちろん，这段话一看就明白了，他肯定是方便的反驳的啊，他本身肯定并不这么认为啊。もちろんそれを目標に努力するのは良いことだし、ある意味では企業社会の価値観に染まる、染まるのも仕方のないことだ。当然了，以那个为目标，注意了啊，何々を何々目標に啊，何々を目標に以什么什么为目标。当然了，以那个之哪个？对呀，工资高低嘛，
地位高低吗？以那个为目标去努力呢，它也是件好事儿。在某种意义上，注意了啊，这个阿鲁是某的意思啊，在某种意义上的话呢，那么你沾染了企业社会的价值观呢，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是个方法，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もちろんそれを目標に努力をするのは良いことだし、しばる列举啊，我们前面要加个结句，是。ある意味では企業社会の価値観に染まるのも仕方のないことだ。しかし決してそれに惑わされてはならない。てはならない。你们缓一会儿啊，禁止。但绝对不能被那个什么呢？不动态啊，惑わす啊，不动态。绝对，我们开始的是我们诱导副词，后面肯定是否定，绝不啊，我们绝不能被那个什么迷惑啊。しかし，所以しかし后面就是他的一个作者他的一个观点啊。しかし決してそれに惑わされてはならない。たとえお金持ちにならなくとも、とも偏书面的一个天母的含义啊，天母含义差不多，就即便的意思。たとえ高い地位を得られなくとも。生涯を通して，第二个含义啊，表示一整个生涯啊，整个一生。生涯を通して幸福を感じることが最も大切なことである。什么含义呢？啊，对啊，纵然没有能够成为有钱人，纵然没有能够得到很高地位，你整个一生感到幸福，它是最最も。最的什么呢？一个训练念法，最も最重要的事情啊。たとえお金持ちにならなくとも、たとえ高い地位を得られなくとも、生涯を通して幸福を感じることが最も大切なことになる。看下去啊。そしてその根本となるのが根本。その根本となるのが自らの人間的何々を自分の手で最大限に引き出すことなのだ。作者认为，然后呢？对，そして含义的追加啊。然后的话呢，成为其根本的，就什么呢？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啊，将其最大限度引发出来。什么呢？自己的人的什么呢？能力、性格、幸福感、价值观，哪一个？能力、性格、幸福感、价值观。对呀，我们刚刚都在讲能力嘛，要把我们能力要发挥出来嘛，对不对？所以答案选 E 是毫无疑问的。自らの人間的能力を自分の手で最大限に引き出すことだ。所以其根本什么呢？我们要亲手的将自己所拥有的人的能力最大限度把它发挥出来。好的，不知道各位刚刚做到题目都对了没有呢？所以做这种题目时候的话呢，我们要注意作者的一个观点是怎么来的。那通过它的话呢，可以比较良好的明白我们答案该怎么去。虽然说这种题目是放在语法题最后一问，但其实的话呢，它对于我们看懂文章的要求还是蛮高的。所以第一步要看懂文章，然后呢再考虑这道题目能不能答。好的，同学们，我们这一单元就到此结束。